伙伴们，今天有个粉丝问我，老口水，你真的不好奇四大 boss 从哪里来的吗？伙伴们，你们好奇吗？今天我就告诉你真相。伙伴们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四大 boss 都是有谁。第一个，地心黑龙；第二个，蒙眼星的石巨人；第三个，藏在雨林里的雨蛇神；第四个就是藏在火山里的虚空幻影。伙伴们，如果你被他们给揍过，请扣一个一，你太惨了。小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他们四个究竟从哪里来的吗？如果你好奇，扣个一，谢谢。小伙伴们，我们在游戏中要想召唤其他的怪物，我们必须要用生物弹，对吧？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我手里拿着生物弹，放在地上就会生成一个野人，所以野人来自于生物弹。我手里拿着野萌宝，我们放在地上就会出现一个野萌宝，所以野萌宝也是来自于生物弹。但是四大怪物却没有生物弹，你们看，生物弹一共有28个，却没有一个是四大怪物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并不是来自于生物弹。并且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四大怪物从哪里来的，可是网上也没有一个答案。伙伴们，真相就是老怪方直接创造的他们，所以在迷你世界中才没有他们的生物弹，他们来自于怪方大大的创造。所以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？伙伴们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好奇的事情，打在评论区，我来为你们解答。谢谢。